我跟你说，跟中国朋友们错不了，是养的喝辣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实在不想做饭了，买了点这个火锅底儿大虾，然后准备了点素菜，晚上涮火锅。小飞今天带着我就去冲业绩去了，冲刺他月入3000的小目标。他俩我估计得决战到天亮。我先准备一下，等着他俩回来。倒到盆里也不太多，给孩子弄了点先吃了，明天还得上学，我等着他们。9点半了、嗯，我想着能应该估计得到10来点回来呗，回来能够走了。这还早吗？怎么早了？啊？9点多还早吗？今儿咱就这样。我跟你说，跟中国朋友们错不了，是养的喝辣的。啤酒都备上了，空气恁大，跑多少呀？到底？我要叫点酒，我要跑小半个月的钱。跑半个月的钱，给他买了虾啊！走吧，走吧。我给我吃香的喝辣的吧。王八大虾。走，洗手洗手，洗脸洗手。给我脏了呀！脏了。那吐吐吧，这么多资料。白天一刮，这头发跟乌毛毛的，湿拉拉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出油了都。舅，我跟你说，你都记住我教你的秘诀了行吗？绝对跑的不会差，他说。不停的跑，不停的跑，是不是？咱就一个钟没吃饭，俩都没吃。那饭还得吃哦。不停的跑，忙的没时间，你知道吧？跑多少？还跑500吗？咱舅这个。今个一共跑50单，371，加上53的奖励，400多。今个为了辅助咱舅，我跑了不咋地。你跑多少？跑了不到400块钱。不到400。351。351。加42块钱的奖励。可以了，最起码现在就是业绩冲上去了，是吧？咱就400块钱嘛，找不着商家还得找他问呢，耽误时间，你知道吗？经常看手机，看手机。就跟你说，明天这个钱一到账，你都直接打过来就行了，直接给我打过来。啊，不用。吃完饭都得打，以后说。不到账嘞，你明天再到账啊！明儿明了，我跟你说。后头还有嘞，明儿就有了。摁住头这一次呗。我说都摁进去就干了，是不是？你好。一天跑400，家都跑400，不挣钱没有劲，挣钱也还有劲儿啊。今儿咱舅的状态都不一样了，你看。我现在最大的任务，你知道啥是吧？就是就挣钱，嗯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跟着我一块吃饭不嘛？因为那月我平常我跑的少，所以说好些商家，特别是上两个月，你找费劲，你知道吗？耽误时间。不是舅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说。挣钱你得有这个劲儿，就是你越好他越好，你越不好就是事儿越不好，你越不想跑，对，都越不好挣钱，对，都像你今个这个状态，月入5000不是梦，月入5000我感觉都说少了，口气又大了，这就不是口气大了，这飘了，死死的搁着了，你知道吗？彻底的飘了，不是飘了，我是瘦就是呢，别挣下一个要钱的时候就2000一天，嗯，工资也贵，3000充充了，知道吧？你看一天都400多，嗯，跑10天就4000，4天都4000多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一定得打一点劲儿，提一点劲儿。那就，咱俩小 case， 我跟你说，今天就我跑的不赖，他妈真不赖，是吧？确实不错，状态也挺好的。